Hello YouTuber Jason， 好啦，今日咧，终于都揸下车出嚟咧，哇，咁我心跳跳成每分钟一百次咁多，系啦，咁我哋今日咧，终于都可以出嚟露营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呢、这、一个、大家见到我哋身后边咧呢一个嘅地方啦。咁之前有观众同我讲过就系话咧，如果我哋去露营嘅话咧，咁啊尽量都唔好话俾人知究竟我哋去边。咁所以我哋今日咧。这个地方如果你知道在哪就你知道啦，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就、我们都保守秘密，我们就不会讲的。 OK， 那我们这个 DOD 的营，接着之后呢，今天因为我是跟 Marisa 一起来，那我们两个人呢平时都习惯是分开睡的，所以呢我们会 set up 两个营。今天我们来到现在的时间已经是这个的下午接近四五钟了，所以呢我哋要盡快開始咧，今日 set up 翻個營啦。咁我哋諗住今晚咧，應該都會係 set up 喺架車側邊，咁我哋就向住嗰邊方向。咁咧 ，set up 邊個先好呢？我哋 set up 咗 Marisa 嗰個先啦，因為佢會瞓 Coleman 嗰個營嘅。好彩呢個咧，我哋上個禮拜咧，我哋喺屋企做咗一個嘅 simulation。咁我哋事先咧就練習過喺天台度。咁所以今日我哋要再嚟開呢一個營。应该就完全唔系问题啦，应该系极轻松，唔系讲玩笑。Marisa、知道了？このハンマーは、視聴者がね、ハンマーの中のルイヴィトンだって。このハンマーが。よし。早く早くじゃなくて。君何にもやってないからさ、早く早くじゃなくて。よし、お、マイさんのテント完成したら、もう俺のテントだな。俺の型ね、就真系ね、唔可能行山的佢，一定要揸车嚟嘅先拎得嚟，因为真系好重磅，因为真系。咁呢个型点样起呢？我系有睇过 YouTube 教学噶，因为呢个世界有啲乜嘢？是看一條 YouTube 片是看不到教學的，我看了他的 YouTube 教學，應該就是來說呢是先揼了六粒釘先的，這裡要一二三四五六六粒，見呢，我哋喺呢度咧，同我哋呢個營格鬥咗大概一個鐘頭，而家係五點鐘，大家見到咧太陽咧應該就快落山啦。我覺得我應該係起錯咗，我覺得應該係冇理由咁墮嘅，冇理由成件事。大家睇下，我起到好似危楼咁样咯，前面呢支杆又歪嘅，跟住 Marisa 嗰个咧，我哋系用咗几分钟就已经起咗出嚟。其实系咪应该用這些呢啲咧？侧边系哚咯，我点瞓觉啊今晚？真心，咦我后边唔记得，后边唔记得打钉回攞，原来后边唔记得打。好啊，结果咧，我哋用咗个半钟头，我哋用咗个半钟头时间，终于都起好呢、這、一个。型啦，呢个可能因为咧，我哋事前冇练习，所以先会咁样啫。如果我哋有练习过嘅话咧，成事应该系会简单轻松好多，应该系会。さあ、マイさん、晩飯ですか？晩飯作る？おお、最高だなこれ。さあ、急遽始まるマイクキング。系啦，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上次讲嘅，我哋带咗啲米嚟啊，咁啊一盒米，睇呢个数，一千五的睇呢？哇，咁啊，一千五的依度冇，一千五呢个。好，我哋上次呢个八爪鱼，八爪鱼炉。上次有观众咧睇咗我哋 Boyhood 嗰个片咧，咁有观众就话：喂，你买咗 Apple Watch 啊？其实我唔系买咗 Apple Watch， 呢个其实系我哥咧。佢有隻舊嘅錶，咁佢就買新錶。咁呢只舊呢只咧，今日結果我攞翻嚟。睇下先，啲飯你煲得又好似幾好喎。咁我諗再等多陣就得啦。我哋而家
哇，黑曬啦已經，下面好似係。我哋今日嘅咖喱飯裏面咧，我哋係會有呢一個嘅薯仔啦，會有呢一個嘅洋葱啦，跟住之後咧應該仲會有牛肉添嘅，仲有蘿蔔。啱啱我哋係講呢一盞燈咧，佢哋送俾我呢盞燈，我就想睇下究竟。哇，打招呼，仲未燈可以？係啦，我就係講咧呢一盞燈咧係好光咯，唔係講笑。哇！睇下呢盞燈幾光，好犀利喎！呢盞燈呢個設計幾好喎。乜神佢啲 kick 過依張？細個啊。兩個。哥哥哥哥做得。哥哥呢？どうどうどうですか？そこ。超考慮完咧。依呢？唉，偷得浮生半日閒。咁啊，我哋嗰個品牌咧。咁啊喺大家睇呢條片嘅時候，咁我哋已經公開發售咗一日、兩日、三日、四日，一二三四，係咯，公開發售咗四日。我哋出呢條片嘅時候咧，咁就已經公開發售咗四日啦。咁但係我拍呢條片嘅時候咧，就未公開發售嘅。咁我就好期待究竟嗰個反應會係點樣。我當然希望嗰個反應係好啦。如果係賣得好嘅話，咁我就可以以後可以唔使再接一啲我唔想做嘅。一些宣傳工作，特別是紅色資本的工作，那些如果我可以不用再接呢，那就最 perfect 了。因為有時作為一個 YouTuber， 主要收入是依靠這個宣傳那方面的收入的時候呢，即宣傳工作是我們最主要的收入的時候呢，有很多時候那些紅色資本是很難避開的。大家平時香港夜晚露營會煮什麼飯食？大家留言，大家分享一下。日本人咧係必定係煮咖喱嘅，係唔知點解，必定煮咖喱，好奇怪。啲米煲好，好，跟住我哋下一步係煮咖喱。extra virgin 唔知乜嘢，哇，油啦，哇，すぐ熱くなるからねこれ。すごい。チタン。チタン。嗯 ，titanium。titanium。タイタニックじゃない、タイタニアム。で今日はね、お肉じゃなくてました。わあ、やり假猪肉。点解要食假猪肉呢？有真肉唔食，食假猪肉。点解咁做？假猪肉。咁我哋有呢一个嘅薯仔啦，红萝卜啦，跟住有呢一个洋葱啦。好啦，咁呢个咧，我哋煲得七七八八啦，系时候落。マエさんが行くガリジュン2個ぐらいかな。まあ分かんない俺は。お任せっす。さあ、チョコレート咁成か。チョコレート。チョコレート。哇，煮好了，煮好了，咖喱飯。睇到覺得好味，真係唔係講笑。哇，好似好味咁喎，真係唔係講玩笑。好啦，咁啊，仔翻靓仔啲，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晚嘅晚饭啦。妈耶神特制露营假猪肉咖喱，耶吓住。系啊，咁啊，仲有啲薯叶啦，唔知咩薯叶嚟嘅，跟住有啲沙律，咁嗰个就妈耶神先食嘅，咁我就唔食嘅。耶，好食饭。好，第一啖。日本の味。日本の味。うん。日本のカレーの味。あれもちょうどよくなってるし、じゃがいもの柔らかさも。ご飯もまあまあいけてる。いいね。うん、美味しい。うん。うまいうまい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啦，饭咧我哋就食完啦。咁我有一个好大嘅疑问就系。其实呢一个嘅帐篷，夜晚喺里面瞓觉嘅时候，究竟会系一个咩嘅状态咧？咁我先坐入去里边试一试先。嗱，咁呢一个棚咧，有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咧，咁我哋系冇呢一个嘅底嘅，咁所以我自己咧，我就另外再加多咗一块嘅，我哋喺天台度都有拎过出嚟嘅呢一块嘅席啦。咁跟住里边咧，里边呢一度咧，大家见到啦。個空間咧，其實就唔係十分之大嘅。你話我自己一個人咁樣喺度瞓，
咁當然啦，今晚我哋瞓嘅時候咧，就必定係要放翻張嗰啲嘅牀褥，嗰、那個空氣牀褥。咁嗰啲一拉開就會漲嗰啲。咁我哋今晚咧要放翻個牀褥嘅。咁但係而家暫時咧，咁樣都叫做話可以接受啦，叫做 OK 嘅。點啊？大家覺得點？好啦，飯食完，咁啊，我準備咗一支八二年嘅拿菲，唔係拿菲，呢個唔知乜菲，十幾蚊一支嘅，應該係十零廿蚊一支嘅紅酒啦。咁但係唔會飲太多啦，飲少少啦，飲啲紅酒。咁跟住咧，就差唔多都瞓覺啦。可能我哋一路喺度飲酒咧，一路喺度睇日本嘅電視節目嘅時候咧，打冇阿麥掌。何やってんの？ほら。コロコロ前のミノ。ああ、ドンキのやつね。ドンキのやつ。うん。キャンプ場でも使ってるかな。はい、マイさんね、じゃあ我が分かる。これを、真ん中の上にかけられるわけです。おー、いい感じ。いい感じ。じゃあマイさんはもう、おやすみ。おやすみですか。じゃあねー。さよなら。はい。近づかないであんまり。つまり、マホちゃん来るわけかっこいい柄だな、君。君かっこいいな。バイバイ。バイバイ。而家系朝头早嘅五点半。琴晚呢都几神奇地，竟然其实系。好似都叫做瞓到觉，系啦，而家朝头早五点半，咁啊，附近啲人咧应该都仲瞓紧觉，咁我都费事咁大声讲嘢啦。咁但系咧，琴晚我哋用呢个睡袋做被冚，其实都 OK 嘅。咁话我哋咧仲有大半个钟头左右咧，咁啊日出啦，跟住之后就喺度食埋个早餐 ，pack 埋啲嘢，跟住之后就翻屋企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准备煮早餐。哇，出前一丁耶！伊玛话下次煮呢个咧，我想讲咧，我琴日我系完全系唔识点样 set 呢一个嘅型啦。跟住咧，我今朝早瞓醒觉嘅时候，我睇咗好多嘅教学片，跟住我终于都明白咧。首先第一样嘢，琴日我唔知道系点样可以将呢一个嘅门口咧。呢一塊嘢咧點樣停喺度？咁我睇咗教學片之後，先至發現咧，原來呢度係有個扣嘅。跟住之後仲有另一樣嘢就係咧，跟住琴日咧個型啲繩咧，我就唔係咁樣綁住嘅，我係咧咁樣去到扣住啊。咁呢個完全係錯嘅做法啦。咁呢個亦都係咧，我睇翻啲教學之後咧先知。所以點解咧？我應該係要所有嘢咧睇曬教學之後先至嚟整一次嘅。咁但係咁今日我哋試完之後知道係咩做錯咗咧。我哋下次就知點樣做啦嘛，應該差唔多啦，我諗應該。不過其實有少少太腍，點煮得？其實應該再硬啲，應該要，已經有啲太腍啦。啊，完成公仔麵做早餐，蛋又冇，腸仔又冇。喂，好啊，翻到嚟屋企，
系咯，咁我哋一日一夜，其实系 1.5 日一夜嘅呢一个露营就到此为止啦。咁翻到屋企咧，喂，跟住就要执嘢啦，我哋露营用品。跟住 Oreo 同埋 Chelsea， 系呢个亦都系点解咧？我哋露营咧唔可以 stay 多过一晚，因为我哋要翻嚟即系睇住两个大爷啊嘛，要。不过咁多啊，咁我而家咧。我再去沖涼先啦，因為咧，琴晚我淨係用啲消毒紙巾抹一抹咗個身，就琴晚就冇沖涼，我而家有啲臭啊！咁我哋今日咧條片咧，我哋先到此為止，打中意嘅打中意，咁啊記得咧有咩嘅難度講啊！咁我哋希望可以好快就再去下一次嘅露營 ，OK？ 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係咁先，拜。